广播测试，广播测试。广播音讯设备确认无异常，魔王挑战这才开始。咖啡机 on， 咖啡机 on， 咖啡机 on， 确认水位正常。口头动作双重确认，要在短短七分钟内完成二十多项设备检验，和时间赛跑，同时还要保持清晰思绪。这都是有关跟安全有关的东西，所以在漏掉一项，有可能就是在影响你后面继续的服务上都会有影响到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因为车上有其他旅客在休息，那可以帮你麻烦帮我把音量降低一点点吗？影片播放太大声，或是乘客横躺座位，变化球接踵而来，必须保持微笑，见招拆招。自己大学的时候也常常搭高铁，然后看到服勤人就是总是展现出很有自信，然后又专业的一面，忙碌之余还可以照顾到每一位旅客。那现在已经进来，就期许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服勤员。这样重视服务品质之外，我们对安全的要求也是非常的严格。来受训的学员当中，其实大概有10%-20%的学员会被fail掉。那目前来讲的话，男性大概40%，女性已经高达60%。来，这是你的收的，哈，啊是特地收哦，哈，谢谢。碰上不同旅客，还要以国台英三声道切换，推餐车还得讲求平衡感，任何碰撞直接淘汰。严格要求都考验着是否能成为称职的服勤员，为旅客安全把关。大爱新闻，萱山李明华台北报道。